其他的人旁边的人我一样都做了简单的定位，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就不会歪掉，这样没问题。好，试看看，试看看。好，好了，开始吧。来，你们在画的时候一样哈，刚刚少说了一点，你们在画的时候大气一点，人物尽量把它画得大一点，不要画得那么小，因为给你这张纸空间是非常够的，你用力的去把它表现出来。第二张，这是我上次在另外一块做的纸，这是我画的林爽。来，你仔细看，林爽我有先做定位，这个人是谁？郑南榕。人在哪里？我全部都做定位。然后你看林爽的肩膀线会不会擦？没有擦掉，就是不一样的擦掉，所以不会歪掉。你在画的时候。所以你在做之前，定位线轻轻松松的去享受它，去感觉它，这样没问题。好，好，开始，你有问题的举手。开始，开始。这样好，这样好。来，第三组，请看我这里。来，第三组，来，请看我这里。这是我上次在另外一班画的。太斜了。你看哦，我一走我就做定位。好。肩膀现在是这样，没有擦掉，让你看。其他的这个人，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这个，所以当你做了定位以后，再画就很有信心，绝对不会画错。然后，去观察人物的表情跟他的故事，然后把你看到的画下来。好，来，待会我还你，先用你的做示范。来，第四组看我这里，第四组看我这边。这是我上次在另外一班做的示范，拿来让你们看一下。林爽文的位置为什么不会跑掉？因为你看肩膀线的定位线有没有？我有没有擦掉？我没有擦掉，我留给你们看。我肩膀做了定位，头也做了定位，然后这个人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这个人，所以我很有信心，我在画的时候都不会跑掉。所以你在画的时候，待会一样，先定位，定完位以后再开始。玩你的素描，享受你的画画，这样没问题。没有，可以啊，你要看哪一张？好了，好，那现在你有问题的话你就举手，我会过去。有，老师。有，是不是？他的手比较灵活。你看啊，就你做，你做定位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先简单的像上次一样画起，然后把这个当成一个圆形。就定位就把它当成一个圆心，你看它的圆形是在它下面，所以试一下，我们以圆心做圆心就是随便定，一个定位大圆，看它出来，对，很好。然后你看它的手指是不是插进去，在它下方，这个大圆心可以当成一个小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它的身体跟它先把圆心拉出来，它的小圆把它往上推，拉上去。肩膀先拉下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完蛋了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话只有当你的肩膀在做，所以他肩膀跟着你就这个意思就好了。所以这句话，你看他肩膀在做，这样肩膀在做。后面可以画。我们先做主要的画。还是后面画？后面不要画了，不要写字，作品不要写。去感受他的这块跟他的身体。好，来，加油！来，还有没有？有问题就举手。哟，叫我。看好，你先把它大起来，小心点，拉上来。所以你可以下巴跟头顶可以先做个定位，很好。脸都宽，很好，很好。用我们上次画起来就是技巧，帽子，感觉这像不像？像月半月形，就在这边，看到了半月形。
的几个问题哈，一样来，你手继续画，耳朵借我一下。你在画的时候啊，记得前面冠照老师教过你们的，你在画的时候，什么是美？你不会觉得不协调，你觉得很舒服自在的，然后你觉得很真实的。所以你在定位或者在画他的五官的时候，你发现好像哪里怪怪的时候，哪里不太协调的时候，就表示要修正。当你看起来你觉得怪怪的时候，就要修正。运用一下上个礼拜画几何图形的技巧，你可以把他的身体或是他的手当作是圆形，或是长方形，或是正方形，或是三角形。对，讲得很好。我们有两节课的时间，所以不要急，对你的作品负责就好。用。看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会看到这个时候。
来，孩子们，我跟你们再强调一次哦，不要忘记那个人的五官，他的表情是最重要的，衣服反而是其次哦。所以不用太急着马上把衣服画得太好，先去观察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想看看他的故事，然后你才有办法把他的故事从眼里表现出来。衣服反而是次要的，衣服不用急着画。我有被你的话，我就给你放低了。哦，没有补上，那你先别上。好，我把这一颗可爱的衣服都练光了。我是，然后我是太小一只的。就这个脸吧，其实还好，你先把下巴画出来，简单定型。来，一样。上礼拜我有跟你们说过，画的时候，如果你遇到困难了，你卡关了，你遇到瓶颈了，可以把你的作品拉远一点看看。你拉远看的时候，感觉又完全不一样。然后你可以去修正你的问题。脸看好像。很强啊！来挑战看看哈，上面有什么颜色，有什么渐层，你就试着画什么。就把它年轻化了。他会很感性。手指有点画，有点像，手指画的有点像盲模哎。来，你觉得你的定位线呢、啊？你的这个人可以去审美了。差不多了。刚才老师不是说吗？要先画脸，把脸画传神，其他的是比较其次。来，一样、哦、老规矩，我们下课你要继续留下来画的，我们可以继续。那这间教室记得不要奔跑，保持安静。然后如果你要出去走一走的，你要去喝水、上厕所，都可以去。越来越像。平常很喜欢画画，很用心哦。啊，他画的比例都很棒。要上厕所、喝水都可以去哦。我知道你们很喜欢画，但是如果要出去走一走的，要去上厕所、喝水都可以去哦。然后，如果你要去看其他同学的作品，很欢迎，但是不要干扰到别人，你在旁边静静欣赏就好了。怎么样？为什么现在是在看其他作品？你可以去看一下别人的作品。会打扰他吗？